雨欣，你来了，快快快，里边坐。今天过来怎么没有给我信息啊？是不是还是老样子？对不起，我以后不会再来了。为什么？是不是我哪做的不好？我可以改。不是你的错，是我变心了。我早就发现不对劲。刚开始你一直躲着我，后来总是找理由不来找我，直到有一天我才发现事情的真相，你进了一家别的美发店。不，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，是我不够优秀，没能留住你的心。前段时间我业绩不好，被扣了很多工资，我还要缴房租。可是那家美发店是新开业的，有很多的优惠活动。但是你完全可以选择最便宜的89元的烫发套餐啊！你知不知道89元的烫发套餐对我的头皮伤害有多大？我就是因为选择了这个89元的烫发套餐，我现在头皮每天都很痒。你以为我赚了多少？现在成本就这么高。我还没有说脱发的事情，有人说我洗头发，我头发一大把一大把的掉，你知道对我有多大的伤害？你根本就不懂。我压力也很大，我也想便宜啊，可是还有我们每次明明约好时间了，可是你总是让我等你。每次你给我洗头发的时候都没有调到最舒适的水温，不是太冷就是太烫。每次你给我设计的发型不是太短就是太长。还有、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。阿图，我们回不去了。那家美发店对你好吗？很好，价格实惠，也很热情，给我设计的发型也很好看。那就好。你知道吗，米线儿？我每天白天在这里给人家剪头发、染头发，晚上回去以后还要给你研究最新的发型。我就是想让你更漂亮，我不想让别人的头发和你一样。可是我最终还是没能把你留下。可能是我们不太合适吧。这是要退你的会员卡，虽然以后不是你的会员了，但我希望我们还是朋友。这张卡我会一直为你留着，我希望你下次来的时候我会是你喜欢的样子。陈翔六点半。